山就在我后面。今天的 vlog 跟以往不一样，今天是我们的公司 Jelly 第一次的 company trip 去昆达山待一个晚上，住的地方是叫做 Skyview Zen Resort。 我们去吃早餐走。来到半途中去买一些水果啊、吃的啊，或者小虾便等等，所以这里就是那个他们所谓的那个大木了。很有 feel 啊，这个神山。他第一次来的山。啊？要爬山吧了吧？我爬过神山，他们有爬过。我也没有爬过。我也没有爬过。我爬过，也是没爬过啊。我爬过，那我爬过，这样我顶哦。切。那个车顶不顺你哦，跟你哦，喂，输给 Viva， 他一个人这样子。耶，我们到了 Desa Ferry，Desa Ferry，Desa Dairy Farm。来这里第一件事就是要买入门票。你骗他讲你是 Good Driver， 看他要不要算钱。对啊。你就照你讲这句话。啊，现在 Grab 几个人 ？Grab 几个人？耶！我们来到了 Desa Dairy Farm， 我们来跑了两个小时到这个地方。今天昆达山的这个 Desa 天气蛮不错，然后没有想要下雨。待会我们会给你看我们拍到什么样的东西啊 ，Let's go。Before you came round, my heart would never be much faster. Before you came round, I was ready to slow.来这里顺便拍我们的客家衣 promo video。哎妈喂，看他笑到那个，我要喷他了，你看他那种样子。哈哈哈，这是 video 来的。Before you came round, 哇，这里很舒服哦，所以我们走进去那个，就是可以去买 ice cream 嘛，然后还可以看牛。你叫什么名啊，牛？他叫你零七。喂，咦，什么来的？口水。记得喝他小便哦。有。你看，你看他嗨了啊！喝了他你要嗨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买了那个 Desa 的 ice cream 来吃。它不是那种像我们吃的那种 Baskin Robbins 那种姜比较很 high class 的。喂。你都乱来讲哦。它是中型的，但是它的味道一般人都喜欢吃，因为 chocolate 就是 chocolate 的，玩一下就玩一下。对，而且它还有可以加 topping， 就是买一个原汁原味的 ice cream 的话，就是5.3。如果你要加 topping， 就是每个 topping 加1块钱。听说。的 Kenzie 是前。前三大最好吃的，有毛哦！所以不要讲多，我们现在去 run 到 KFC 吃炸鸡，是买炸鸡。然后今天 BBQ 的话，我声音就没有了。哎、哦，但是你是用手做工，不是用声音做工哎。耶、yeah, ，我们来到了 Sungai Moroli Fish Bar， 来这里就是给鱼做。来这里的门票是大人是5块钱。啊，听说现在鱼是很大只了，像鲨鱼一样大只了。耶、yeah, ，我现在要去蒸饺了。痛的那个鱼是这种小小只，你看到吗？啊，那种水饺，啊，那种小小只的是痛的。你说那个大鱼不会痛的，小鱼才痛的。你叫什么名啊？你才八岁啊！刚反对。你吐口水，他们也是吃的哦，你信不信？你丢一点给我哈。哦，蛤蜊。一点点蛤蜊，一点点痛哟。花花的，花花是你花花的。你摸那鱼是很有那个，很有疗愈哦，很有疗愈感哦。你是摸吧了？是香啊！喂，这什么感觉？不是粉这样子的、哦，有吧？没有吃到啥呢？喂，哇，我摸到我的脚花花了，有一点。喂。这样孤寒呢？哎呦，痛到临时！痛耶！真的是痛啊！对啊，好像那，看这样吧，我的右脚好像已经哔哔哔哔。哦，哎，
他们不咬你咩？咬啊咬啊，在咬住。好像咬得很突然，他们一咬一。哇，你住好啦，给这样多鱼包围，给这样多鱼 kiss。要去 check in 我们的 resort， 因为我们还没有 check in。三到去要一个小时，哇，一个小时啊，啊又要加车。冲啊，快点啊，菜哇！哇，我们才走上班了啊！对不起，后面没有车，慢慢来。耶、yeah, ，我们到了，我已经到了 Sky Village， 在 resort， 在我要去 register 先。Hello. Are you recording? Yeah. Okay. Welcome. Okay, so Miss Cindy already received your booking. Mm-hmm. Okay, so this is self-registered. So still need you to write down your details, please. Okay. And here your card number. So please, anything, just walk in. You don't need to come here to find me. Request you can ask for slippers, headwear, and a toothbrush. That one is free, no charges. Okay. Oh. So for Muslim, we have also the player mat. Mm-hmm. Actually, this tempat ni almost 10 years. What, 10 years? Yeah, for the meditation. Because we meditation. Itu adalah main... Okay. Itu adalah main business. Oh, but if we don't have any meditation, so we close as a hotel. If you can see, for each block that we have water dispenser, the washing machine, and the... Okay. It's like a homestay, okay. Lah, but still we are hotel. Do this bed size. So this is the first bed. So there's two single bedroom. Okay, this is my room tour. Yeah. Okay. Yeah, this is a three bed. Okay. Actually, kayu punya lokasi ni dia macam S. Contoh dia start from ini yang paling tinggi bilik. Oh. Second adalah office. Okay. Yes. Going down kitchen. Another one hall, three halls, and the last one also bilik lah. Wah, wow, 好爽啊！好凉啊！突然间觉得皮肤超好的，想要在这里住久一点。这个也是他们的房间。这个出来一点的 be privacy 点啦，所以可以从这里。嗯。Then bigger 啦 ，bigger than 包啊。Sorry 啊 ，sorry。Yeah， 你用不用这么省力啊？他就是这里的服务员，就是他带我们去，大概就是一个 room tour 这样子。然后这里的设备还蛮齐全的，有洗衣机啊，然后厨房啊，然后那些碗碗碟碟啊，都是挺用的。太棒了，我们现在要去 check in 了，很多东西，你只就是麻烦了。叮叮。这是我们的房间，这里有三个床，然后我们今天是四个人睡。还有这些，哇，地上冷冰冰的哦。这些男人们要去准备今晚的晚餐。我的盖，我的盖，你压不了啊？压我可以。喂。而且我可以站在上面，是让我飘。哦，嘿。啊？嗯。好啊。他们在研究如何拍出一个漂亮的夕阳照。I don't like this。给你看。I don't like this。叫手帮你拍，哎，不是，这么对啊，对啊，有点反射。OK。这怎么？我现在我要把那个料放进那个火锅里面。筷子是吧？是的。这样长的，怎样？这个火种可以用吗？对啊，火种着急了。可是你剪的话，剪的很长，剪短一点，太长，不行，太长不好。我觉得我也是可以去买刀割一刀，真是。OK 哇，剪刀，不错，不错，哇，不错，不错。耶，别打，别打我。哇，我第一次看到瑞洗碗，跟大家讲一下，瑞现在是单身。是有兴趣配对的话，可以
可以联络他。这些西店的男子是很性感的。哇，这样冲凉哦，晚上这样冷，所以开始我们已经吃完了，现在每个人在整理这个地方，各有各的工作。那做多了，做多了。哪里有钱？哦，先去一把大刀。你看嘛，你头发很硬哦。前面一堆是这个，一堆是啥？然后这个是四个嘛，是不是？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吃的早餐，做完没准备的。吃完煮完它了哈。七十八岁。我们现在已经吃完早餐了，然后现在我们要准备 check out。哎呀，还没有祝福，多穿黑衣耶，不合群。我是要去沙巴很出名的地方。哇，五个啊！昨天我们已经三分高高，看得出 IP 咩？看人哈，都变黑了。说。我们到了沙巴梯，现在是12:30中午。那有人12:30来沙巴梯这样塞了，那我们去看一下有什么需要这里。这边已经是做了一些可以给人家打卡拍照的。这个是那个给那些 couple 放那个 love lock 的地方。树上可以上去拍照，但是要上去的话，大人就是5块钱马币。但是今天不能够上，因为今天他们有 private function， 女人在这边庆祝生日哦。刚才我们刚刚上来这个茶园的时候呢，就有点热。哎，我的脸很像，我的脸是上不了，好红哦。开汤开动，看不到配光。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影片，欢迎按赞、分享、关注、关注 Jelly 的频道，有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吧，拜。再一次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叫做 Sky Village Zen Resort。 它这边的 owner 是以一个回归大自然的方式来建立这一个 resort， 这里的 guest 可以尽情的享受大自然绿色空气，那种很 fresh 的感觉，很像你衣服这样的感觉，对，就很像我的衣服这样绿绿的。